Linda 藏宝箱，苗栗台盐通霄观光工厂。位在苗栗的台盐通霄观光工厂，原来是通霄精盐厂。1975年6月完成后，开始生产精盐。因国际贸易自由化，于1995年7月改制为公司。2003年11月完成民营化。盐是日常料理重要的调味料，制盐的方法从传统的日晒法到现在使用离子交换膜电透析法，值与量都提升了。除了制盐，台盐公司近年来也发展观光产业。2011年设立台盐通霄观光工厂，园区内有盐业介绍与多功能教室的盐来馆，海水电吸后加热的海洋温泉泡脚溪，提供餐饮服务的盐香小站，贩售台盐产品、地方特色产品等商品的展示中心，其他还有日式庭园景观、清水广场、盐宗雕像等景点设施。园区提供免费的馆内导览与付费的生产线导览，也提供 DIY 活动，是个兼具休闲与教育的观光园区。要到台盐通霄观光工厂，可以搭乘火车到白沙屯站，走路约15分钟即可到达。车站前也有 U-Bike 可供租借。其他相关资讯请参考下方网站。 Linda 藏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